这波寒流低温对农作物是真大的考验。彰化县有100多公顷山野，拄好是开花期。台中区农改场的呼吁果农爱做好防寒措施。寒流过以后，爱适时补充磷、钾、镁这些微量元素，强化果树的生命力。根据农委会数据显示，彰化县的山野占地面积有100多公顷，主要是以金密山野为主。目前正是金密山野开花期。但是今年以来低温对当地开花山野来讲是一大考验。这几天这个天气较冷吼，因为天气冷的时候，咱一寡授粉虫像这个金蜓吼，都发到活动，会造成咱即马拄啊一开花迄个山野花吼，可能会授粉的小块影响。但是因为山野花伊算讲是会一直开啦，吼，所以啊，这波寒流过了后，伊后壁的花虽会当继续发芽的时吼，咱也有。足够的迄个授粉，迄个授粉虫，咱的金蜓吼也饲了有够。其实后壁也有法度去继续顺利来这个开花雕果。农改场人员表示，寒流过后，爱适当的补充磷、钾、镁等微量元素，让果树的树长较勇咧，也当促进花的开花。哦，即几天寒流过了后吼，咱会当先分一寡微量元素啦吼，头寡有讲到这个磷、钾啦吼、镁，还是钙、甲硼这种吼。来喷一下吼，让这个掌心小块恢复。啊，另外讲，你这个水分的部分吼，水也讲较无充足，嘛是爱补一寡水，让这个水分来维持一个充足的部分。因为这个山野花开始咧生长的时吼，水分真重要。你水分有够，这个花水才有法度抽出来。农改场研究员强调，果树爱防寒流带来低温，除了爱遮风以外，草生栽培也是一个办法。草生栽培唔来当提供土壤有机质，佮开当稳定土壤的温度。中华新闻张世良台川采访报道。